大家好，我是爱原神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今天我们要为大家带来最新的原神活动攻略，原神雄文兽术双路线渊光骑次、月色骑次与色骑次，用于突破鹤鸣余音。那首先你跟我来到这个柠檬山正下方那个传送点，传过来。好，如果你转的方向转向北方向小地图上方，北方向小地图上方，从这边往前飞，然后在我们正前方啊，这边的话有两只。好，这两只击杀掉之后呢，我们打开地图，往左边拉，来到明环山正下方这个传送点啊，传过来。罗里壮呢，方向转向南方向小地图下方啊，南方向小地图下方这边直接往前飞，然后抬头往上看，在这个山坡上面啊，这边应该是有两只的。好，击杀掉之后呢，我们打开地图。来到赤藏成员左上角这个七点神像，传过来。好，罗里壮的方向转向东北方向地图右上角，直走。东北方向地图右上角，然后直走过来，在我们正前方啊，这边是第一只。好，这是击杀掉之后呢，我们这边抬头啊，我们要往山上走啊，还是东北方向地图右上角，然后从这边山坡走上来。然后在我们的前方这里有三只。好，接着我们打开地图，来到我们右上角的这个传送锚点啊，传过来。玻璃状的方向转向南方向小地图下方，直接往前飞，然后在我们的前方这里的话有两只。好，击杀掉之后呢，我们打开地图，来到赤藏成员右下角这个传送锚点，传过来。玻璃状的方向转向东北方向地图右上角，然后在这个山坡上面啊，这里的话有两只。好，解决掉之后呢，我们打开地图，来到赤藏成员左上角的这个传送锚点啊，传过来。玻璃状的方向转向东南方向地图右下角，直走。东南方向地图右下角。好，直走过来之后呢，在我们前方有个洞啊，然后我们往前，在我们的前方这里的话有三只。好，解决掉之后呢，我们打开地图，来到赤藏成员正下方这个传送锚点啊，传过来。玻璃之后呢，方向转向东南方向地图右下角，直走。然后在我们前方远处这里的话有三只。好，三只击杀掉之后呢，方向转向东北方向地图右上角。这边往前拉一段。好，拉一段之后呢，不要发射啊，直接往前跳，还是朝着这个北方向小地图上方，顺着个山坡走上来。然后在我们的前方这里的话是有两只的。好，击杀掉之后呢，我们打开地图，来到我们还是左下角这个传送锚点，传回来。这时候落地之后呢，方向转向南方向小地图下方，直走。南方向小地图下方。好，顺这边一直往前。好，直接往前飞，试着往下看，在我们的正下方这里的话有两只。好，解决掉之后呢，我们打开地图，来到我们正下方的这个传送锚点啊，传过来。落地之后呢，方向转向东南方向地图右下角，东南方向地图右下角这个方向直走。在我们的前方远处啊，这个位置有三只，那就树旁边这里有三只。好，这三只击杀掉之后呢，打开地图，我们往左上角拉，来到这个赤望台右上角这个传送锚点啊，传过来。玻璃之后呢，南方向小地图下方直走，南方向小地图下方。顺这边一直往前啊，这是最后的一个点位了，剩下的话还有一些零零散散的点位，大概都是一个的啊，那种你可以自己追踪一下啊，这是最后两个。